么跟你作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像你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银色高跟鞋。谢赤鱼直播，蛋白质怎么可能转化为脂肪？脂肪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拿什么跟你？